怎么啦？才一天不见就想我啦？杨哥说你要复读。叛徒。为什么？因为诺华离这实在太远了，你又不爱用手机，本科得上四年呢，1460几天，足够忘记一个人。你干嘛？好好看看，我这人脸盲又健忘，怕连个零头都撑不到。好了，我再健忘也不会忘了你的。可是我忘了你啊，大学的帅哥那么多。所以我会好好盯着你，让你没有任何机会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也不想跟我分开，不想我去那么远的地方？当然，不是。嗯？好了，乖乖去诺华。复读的事不要再提了。不，我要复读，我要进思田。不是你说的吗？要选自己喜欢的。可你喜欢的是写小说。是，但是我更喜欢你。梦想有很多，但是你只有一个，我不要冒这个险。你要不想冒险，就老老实实去诺华。我不想跟你分开。宋米多，感情的事谁也说不好，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。那如果非要复读的话呢？你会跟我分手吗？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不用说了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，考虑清楚之前别联系了。Thank you.